这个都没有门。我觉得可以做一个，这前面做一个门，要不然下雪的话会进雪的。用这些材料制作一个门。现在超级冷，外面。其实我不想出来，因为太冷太冷。但有可能是这个地方太空旷了，所以我现在去找一个避风的地方，去下面。啊，风吹的好大呀，好冷好冷。现在方位，这边是南边，然后这边是北边，东边是在那边，西边是在那边。那么这边有一个正好可以挡风的一个地方，下去的话可能会好很多。这边还能晒着太阳，又能挡风。这边因为下大雨，然后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陡坡。吹不到风的。阳光很温暖。来吃点橘子吧。吃橘子。秋天可以买到很便宜的橘子，然后放在仓库里，冬天的时候我会拿出一点来吃的。